持有晶片护照，享有150多国及地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好康哦。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，安全又便捷。第一次申办护照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，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哦。如果护照遗失了，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。出国前记得检查护照效期，要超过6个月哦。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，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。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。